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健乐，健康又快乐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欢迎大家收看健乐每天一挑战了，而今日的挑战呢，就是绕口令的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我先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劲爆的娱乐新闻，那就是中国气质女星啊，倪妮呢被爆出有新的恋情咯。在至早之前呢，倪妮呢和我们帅气的兰陵王啊，冯马昭呢，爱得非常的火热，还常常呢秀恩爱，在各界都非常看好这对俊男美女的时候呢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他们的感情却转淡了，而且在同年的年中呢，他们已经宣布了分手。而在这一次呢，倪妮呢被爆出的同居恋情呢，就是与我们这位男主角井柏然的中国人气小生呐。而经过双方的经纪人的承认呢，这对恋情也正式被公开咯。双方的经纪人呢已经是承认了这一段恋情，而且也呼吁各界呢，希望给予这对新恋人呢多一些的空间呐。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明白了，因为毕竟明星呢和明星呢走在一起去谈恋爱的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啊，常常呢会受到一些异样的目光啊，还会被人评论道士的，对，所以呢，健乐在这里呢，祝福倪妮和井柏然呢，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哦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挑战绕口令啦。而在我第一个影片出了过后呢，大家都有给予我很多的意见，就是如何去正确发音啊、咬字啊之类，所以大家有建议我就是用这个绕口令的。而我今天练习了两个，大家看看我的成果是如何啊。第一个，四四四，十四十，十四四十四，四十四四十，四不可以说成十，十不可以说成四。这个是关于那个翘音的那个四，还有四，对，大家看看是这样。第二个，三哥三嫂子，借我三斗三圣酸枣汁，等我上山摘酸枣汁，再还三哥三嫂子的三斗三圣酸。三斗三升酸枣汁，对，还有，等一下，哥哥弟弟拨前座，拨上窝着一只鹅，拨下留着一条河。哥哥说宽宽的河，弟弟说白白的鹅。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鹅过河还是河渡鹅。再来啊，嘴说腿，腿说嘴，嘴说腿爱跑腿，腿说嘴爱卖嘴，光动嘴不动腿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长腿和嘴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一个了。有个小孩叫小杜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抓兔，放下布隔下醋，上前追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非常大，谢谢大家收看我这一次的健乐每天一挑战，而希望大家呢看了过后呢，能给我多一点的攻击和评论啊，让我可以进步。无论是关于娱乐消息啊，或者是咬字方面，或者是主持，或者是脸部的表情，都希望你能告诉我好不好？谢谢你的收看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，拜。